南韩超人气女团 BLACKPINK 上个月来台开唱，吸引大批粉丝朝圣，成功掀起话题。而成员们回国后也陆续在社群上分享在台湾时拍摄的照片，其中有甜美外形及火辣身材的成员 Jennie 七日在 IG 上一连上传三篇贴文，分享多张在后台与团员的合照及自拍小短片照片。贴文里 Jennie 也不忘向台湾粉丝喊话，先是为演唱会后久违发文写下 Caution my late tour pics dropping now， 接着再发两篇文写下 Love you blinks thank you Caution blinks， 亲和力十足的发文，短短不到一天就已吸引上百万名网友按赞。照做还没到。你就看左边那个真的很大，哇，看不到。哎，这是 Lisa 吗 ？Lisa 好像是。Lisa 吗？嗯，珍妮，珍妮。是吗？是珍妮吗？珍妮啊，珍妮啊，珍妮。珍妮，珍妮。珍妮。珍妮欢喜。
我走。